乐天女孩韩国籍成员李多惠来台后粉丝量暴增， IG 粉丝人数甚至已高达119万人次，魅力十分高。近日她贴出一短片，可见她与音乐律动，跳出可爱的舞蹈，眨眼又灿笑，仿佛在拍摄女友般，十分甜美。绑着双马尾的她，可爱程度爆表。该短片迄今吸引了180万人次观看，魅力不容小觑。